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参考经文，约拿说：“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”约拿书一章九节。从某种角度，我们可以把约拿落水的经历看作是一场洗礼。约拿是一个叛逆逃跑的先知，他需要悔改，重新寻求神，并顺服神的呼召。神召唤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悔改的信息，但约拿并不想这样做。尼尼微人是以色列的敌人，约拿想让他们灭亡，于是他登上一艘开往相反方向的船，试图逃离神。但神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。我们还在哪里看到过神的大能在海上吹起？但在这里，神为约拿制造了一场风暴和一条与他的选择不同的路。水手们惊恐万分，纷纷向他们的异教神灵呼救。他们似乎比约拿更敬畏约拿的神，但约拿承认了问题是由他造成的。他让水手们把他扔下海，当他们最终照做时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虽然约拿仍在试图逃跑，但神还是期望尼尼微悔改，于是他派了一条大鱼来吞下约拿。三天后，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，这里再次证实，大海本可能导致神的一个子民以及其他许多人死亡，但神救了约拿，并使他向人分享来自他的祝福和恩典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无论你召唤我们做什么，请指引我们不要逃避，求你饶恕我们，把我们牵拉回来，跟随你为我们指引的道路。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